今天呢是我们的豪华霸王放山鸡料理，欢迎张秋友师傅。我们直接就来了，好，霸王放山鸡，菜名叫做北非塔布雷鸡肉沙拉。好厉害。北非我听不懂，听得懂鸡肉塔，听得懂鸡肉塔布雷是谁？塔布雷就是塔布雷，它就是在北非这边发明的一道菜，就是用这个。那什么 ？Couscous。Couscous， 北非的硬麦一种，对，它做成有点像沙拉了。那我今天把它做成塔，也是算是这两三年特别流行的，所谓的健身的那些健身族啊，对，是的 Couscous， 嗯，请开始，来，牛奶先进来，哦，把它煮滚吼。那我们这边鸡肉先来腌制一下，味道，咖喱粉，蒜泥，盐胡椒。咖喱粉、蒜泥、盐和胡椒。对，那盐胡椒我这边其余我也加上了一些哈。为什么会有其余的？我想说让海陆搭配。哦。你想海陆搭配？对。为什么不挑别的鱼，挑其余？哎，我觉得它的口感比较扎实一些。扎实。对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觉得在拌的里面，它不要吃到太松的鱼会比较好一些。哦，因为肉也是扎实的。那我加尾鱼可不可以？尾鱼我觉得味道比较重。咸鱼呢？那太过分了，秀慧也知道，对啊，吃剩的那个好咸。那是什么？春卷皮。我以为是卫生纸，干嘛把它丢下去了？吓我一跳！你在干嘛？塑形啊！塑形变杯子了。好厉害哦！让它稍微上色，对，让它稍微上色一点就可以。有点咖啡，咖啡一下，只有两杯。Golden Brown。哇，秋勇怎么只有两杯而已啊？哎，因为我有先炸起来，哦，不是，重复的动作一直做也是很无聊啊。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好，鸡肉刚腌过以后，我们沾上一点点面粉。哎，都切小丁。对，切小丁。下来炸，小心小心的哈。你看它的，你看它是纯熟的这种，嗯，技巧，还有它这种有条不紊的，哦，不急不徐的，对，难怪会让你压轴啊。重点又不怕烫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詹姆斯第一个了吧？他可能有事先回家嘛。对啊，你又妄自菲薄了，因为你值得。哦。妙比秀，妙比秀就是渐入佳境的做法，对吧？陈哥难得一直夸我。应该有阴谋吧？对，我不习惯。受宠若惊。对啊，而且他吃了三道了。哦。心情超级好啊！现在可以做重大决定。对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上一集的题目。哎，来这边的，秋月姐，我们这是您的旧人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是来吃咸鱼的。我也吃了一道，因为我就是爱吃鱼，真的真的。是我们统一队的。鸡肉我不爱吃鸡肉，真的真的。放弃放弃，整个很放弃哦。啊不不不，专程来吃咸鱼的，其实我们平常自己约就可以了。对，没有不一样，来约吃咸鱼有钱拿。啊对呀，对，而且我吃咸鱼那么多人在看，真的。非常没有人看。吃那个咸鱼多有功德啊。时间剩下两分钟，怎么那么快？减吗？哎，收编一下。好，今天把它给，这是什么爆米花？鱼那个白花菜，白花椰菜。对，哦，看成鱼哎，哎，我在看什么都是鱼哎，我的妈呀，怎么是这样啊？这也是鱼吗？鱼怎么会这样？苦茶喝太多都会这样。哦，你还好吧？哦，吃烧肉也是多余啊！你家的洋葱还有什么啊？鱼啊！洋葱、番茄跟藜麦。藜麦。对，藜麦。藜麦。哇，你都好养生哦。蛮下雨的。你是不是最近都接触这些东西啊？对。是啊。然后故事我们这边煮好了，就把它给放进来，稍微搓散一点点。它用奶煮好的。对。哇，真的好棒！所以故事很容易熟，很容易熟，非常快。水的比例就大概用牛奶跟水都可以1:1就好了。哦，你是重量的，对，重量1:1哦，对，然后橄榄油下来，哇，秋勇师傅，你觉得你还要多久会完成这道菜？三天呢？大概一分半吧，大概一分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就给你倒数最后一分钟，一分钟了。
刚不说一分半，这鱼定好了，不用担心啊，行政主厨下来了，鱼定好了。好了，你可以啦。哦，这是你们刚刚吃的鱼，哦，是吗？是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我在上。我要全部拌在一起。嗯，北非塔布雷鸡肉，你说塔布雷是什么意思啊？塔布雷就是它的一个名称啊。那个技法嘛，还是说那个地方是个地区吗？还是什么？它算是这个做法技法。对。刚里面有加一点柠檬汁啊。小心手。小心小心。哇哦！来，高粉又来了，你还是悠悠的啊？对啊，而且差不多完成哎。好，鸡皮上来就完成啦。我是鸡腿，好完成。所以塔布雷鸡肉塔完成。好帅，好厉害哦！所以你压轴是有道理，知道吗？太精彩了，可以。可以了，我先这样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你外面后面加那个是什么？不加，不加，给加了鸡皮啦。对，炸脆的鸡皮。嗯，好脆啊！脆脆的，脆脆，不会太脆。很脆，很脆啊！脆，不能太脆。它柠檬的香气很棒，而且它那个其余的感觉，它就是有点像主食。已经像主食了。哎，陈哥，你明明都吃饱都吃袂到，你用拼音念一地鸡煮啊，用什么拼音啊？我真正就怕，对头吃咖啡，还是不吃。我没有不吃，加在里面好棒哦，加分了。嗯，有如果刚吃到比较多的鸡肉，其实味道也是蛮香的。我刚刚本来想说想吃它故事故事它本人的味道，结果你又加了藜麦，红藜麦。我现在不知道我吃到的是什么，它比藜麦稍微再白色脆一点点，里面都是脆脆的，饱的那种脆脆西米露的感觉，西米露就比较扎实的那种啊。西米露这里面集合了所有养生的条件，故事故事跟那个红藜麦，加上那个白花椰跟白花椰，你知道花椰菜把它那个整个所有的花碎啊。菜碎有没有上面那个？全部去剪下来，炒碎了，哎，它跟饭一样。而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不都要吃鸡肉吗？它这个鸡肉看起来脂肪又低，这个吃起来我觉得特别好，不油啊，不油不油，清爽。哎，是你把那杯子先撇掉，其实非常成立。哦，我是不是不好吃哦？是我真的吃太饱。对啊，我早就以我的速度早就吃完了。我知道。你看小赖多厉害，把吃完了，对不对？好吃。我们正在聊天，关他什么事啊？好不好？他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啊！掌声鼓励，谢谢。